小程，来，给姥姥回家啊！蚂蚁，给姥姥回家。怎么了？你这是？蚂蚁，我身上有蚂蚁。我现在哪有蚂蚁呀？没有。来，走走走，给姥姥再回家。从那以后，他养成了一个毛病，总觉得身上有蚂蚁在爬，不停地挠，把身上都挠出血来了。再就是晚上啊，老做噩梦。医生说，这是因为受到太大的刺激了，属于精神方面的。这么热闹，就是啊，对呀，还不能这么干净，哎呦，大家伙都在这儿呢，哎呀，赵哥，真有你们的啊，了不起啊，亏了你们呀，你看看我们大家多多高兴啊，你看看，这个大家伙高兴会高兴，但还是得注意防范，不能给犯罪分子可乘的机会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平时呢，你们也跟我们多做做宣传，是吧？这社会治安要靠咱们大家的努力才行啊！对对对，是吧？我们应该的，我们应该的啊！啊，你好啊！看看，这不简单，亏了好样啊！回来了，太高兴了，跟孩子似的。高兴，我当然高兴了。哎，酒呢酒呢？今天我要喝两口。不就是破个案子吗？以前破案子也没看你这么高兴过。哎，破了案子当然高兴了，可今儿啊还有更高兴的呢。哎，拿酒来。还有高兴的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不笑快说呀！房子，咱们的房子解决了。真的？蒋局刚才通知的。真是个高兴事儿啊！是得喝一杯，我也要喝一口。快拿酒去啊！怎么不说话啊？我该说什么？是说耿长春、薛成，还是我妈？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？我在想，认识你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？我记得我妈跟我说过，女人就是别人手里的风筝。的确，我也逃不过。我是耿长春手里的风筝。这么多年了，我都没能从他的阴影里走出来。到现在，我依然是为他活着。这么多事一起发生，对你真是太不公平了。谁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父母呢？像薛成，如果他的父母不是这样，他会成为杀人犯吗？我突然感觉你长大了，是成熟了很多吧？这不是件好事。要知道，我的心里已经没有梦了。我才24岁，可我已经不会做梦了。
稍等。哦，来来来，坐。哎，忙着呢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，我昨天心里一直在想着一个事儿，害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。哦，啥事儿这么闹心啊？啊，我觉得薛成交代的犯罪动机过于简单，他似乎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。书上说，犯罪心理学家一致认为，社会上各类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深层原因，都是因为人类心态失调所导致的人性扭曲。制止犯罪的最好办法就是预防，而要预防犯罪，就要找到罪犯的真正犯罪动机，挖出他们心灵深处的犯罪根源，这样才能防得有的放矢。所以赵队，我想和他再谈谈。好，我看可以。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。谢谢你，四妹。我昨天去看了你姨妈，她好吗？不好，她特别挂念你。薛成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？你到底为什么杀人？以你所说的理由，根本不足以让你去杀人。你一定有什么说不出的特殊的原因。但是不管你是什么原因，你为什么要杀人？你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人的生命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尽管你已经承认了犯罪事实，但是你的内心没有真正的悔过。你对于你所做的一切都心安理得。对于那些被害的女孩子，你认为他们应该死。对于现在候审的耿长春，你觉得他是罪有应得。对于我们警察呢，你用不着得意。我们现在已经抓到了你，虽然你想做的都做了，但是你认为你已经赢了吗？薛成，你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你知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是丧尽天良的？我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但那不是我的错啊，都是他们逼的，他们没有一个好人，没有一个好人。学成，我知道你有过痛苦的童年，你的成长道路也充满了挫折和磨难，但是现在你只有真心的悔过以示后人，你的良心才能得到些许的安慰，这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人？跟任何人说过，没说过。我非常非常怕死，我是对死亡非常恐惧的人。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看见我的母亲死。后来又听说爸爸死了，我就想到了死亡。我想人都会死的，死了就没了。生活在恐惧当中。
尸体上爬着的黑蚂蚁，就成为我心灵死亡的一种标识。我都活着，我简直都崩溃了。后来我跟姥姥说，姥姥说我是精神病。姥姥，姥姥，怎么了？我又做那种梦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整天死死的，这是胡说八道。把你妈害死还不够啊，还想把我扯进去啊？好了，睡觉吧啊。据我们所了解，你在上大学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。是，我考上了大学，拼命的读书。不过那个时候，死亡这种恐惧我还确实忘了。但是后来我在书里边知道，世界上不光我一个人思考这个问题，很多很多的伟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。你比如说秦始皇、雪莱、孔夫子、托尔斯泰，大家都想了同一个问题啊。但是我知道之后，我就更加恐惧了，越害怕我越想。我这个人生性敏感，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，这也许就是医学界说的是强迫症吧。所以在我慢慢长大成人之后，我总是希望在女人身上找到一种自信。我觉得在他们的爱抚当中，我可以辗转的解脱，我才能体会到生命有价值。所以我就拼命拼命的去恋爱，每次每次，我的结果永远是被欺骗、被玩弄。只要是每次我知道女人在欺骗我、在玩弄我的时候，我的耳朵永远在想起爸爸的话：女人没有好东西，女人全是他妈贱货。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压下去。我想见见孙红。反社会人格障碍是逐渐形成的，如果不及时的纠正制止，就会走上犯罪道路，最终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。是啊，这种现象如果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就有希望防微杜渐，消除犯罪隐患。说得对，这就是我希望看到薛成能够认罪悔罪的真正用意。虽然他罪不容赦，但是如果他能够真心悔罪的话，那将产生很大的社会教育意义。素颜，你昨天就是个很好的开始。
同志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见见薛成。是那个西北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，那是绝对不允许的。犯罪嫌疑人在没有量刑之前是绝对不能见的。对不起，请回吧。姐，你见到我哥了吗？没有，没让见。燕子，我很快就要离开这儿了。你还恨他吗？恨，我说不清楚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我们俩也许就不应该认识。他错误地把其他感情当成了爱情。燕子，你是不是很恨我？恨你？因为我跟你们家的两个男人都有瓜葛。我是一个很霉运的女人，只要男人跟我一沾边，就会倒霉。我不恨你，因为我也是女人。啊，对了，你跟素颜怎么样了？还好。好好对她，她是个好人。燕子，两个人的感情需要在一起才能体验出真和假。如果你喜欢他，就好好珍惜他。即使这次感情失败了，我们也努力过了。在爱情这个问题上，姐不是你的榜样。漂亮并不是你的本钱，要善待对方，珍惜对方。一味的索取只能带来伤害。金钱是可以弥补的，而感情是万万不能的。苏红姐，到了别的地方，一定要给我打个电话，千万别忘了我，啊！不管你是什么原因，你为什么要杀人？你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人的生命。这难道就是我探究的犯罪动机吗？听起来似乎很有逻辑，也很合理，可就是过于简单，过于有条理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肯定还有很多谜团，很多薛成的供词是根本无法解释清楚的。来，趁热吃吧。我现在不饿。别抽了，这都第几根了？薛成，他怎么样了？我妈想去看看他，让我给劝住了。你知道，
他是我妈看着长大的。他挺好的，看守所的人对他也挺好的，没人为难他。我也是曾峰跟我妈说的，我说有你呢，他在里面不会怎么样。你想问什么就说呗。没什么。你是不是想问问你爸爸？不是我想问。你要几分熟啊？九分熟吧。小姐，一样，谢谢。请稍等。薛成他从来只是要五分熟的牛排。你别看他平时文质彬彬的，其实他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。咱们不谈这个了，让我们俩的会面高兴一点，也好给我留个美好的回忆。难道你打算离开这儿？这个城市已经没有什么让我值得留恋的地方，我想靠我自己的力量挣脱出来，可结果呢，全都是四处碰壁，碰到的全都是悔恨和痛苦，永远有一片抹不去的阴影。所以我只能选择逃避。你真的已经想好了吗？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谢谢你，如果我需要你帮助的话，我会去找你的。你很幸运，生活中有一位好姑娘，她也爱你。你们俩真让人羡慕。你打算去什么地方？去海南还是去北京，我还没想好呢。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，也好替你送行。就当今天是送行吧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总得叫上高军两口子，还有袁燕啊。你想让我当电灯泡啊？我可不干。
跟你开玩笑的。其实，他们都挺惦记你的。只不过我觉得，你就这么走了，我心里好像亏欠你挺多的。这样，你就不会很快忘了我呀？你说过，我们俩是永远的好朋友。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，你都会帮我的，对吗？对。谢谢。在外边呢，他说他不进来了，让你多保重身体。好。好。他和苏妍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他们两个人的事儿，说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只要女儿高兴，怎么都行。女儿的事情，我没有资格管。他说要征求你的意见，说明他心里还有你。老张，苏秘书，今天可是最后一次了，明天就要送检察院了。我知道，我给他带了点饺子。林花谢了，春红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，晚来风。胭脂泪，香留醉，几时重？自是人生长恨，水长东。学长，趁热吃吧。夏日。
因为你身上的很多很多东西都很像我，你难道没有察觉出来吗？我们有共同的特质，你比如说生性敏感，喜欢取悦于人，爱耍小聪明，喜欢听好话，还有我们都喜欢诗，我们想把自己的思想放在那种虚无缥缈的世界里游荡。一句话吧，你是一个爱幻想的人。也许吧，也许你对你自己了解还不够，你肯定跟我一样常常感到压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？善良，我们太善良了，善良使我们承受了许许多多的东西，这是我们身上最大的包袱。如果你要相信二元论的哲学，你就应该承认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两重性，在无法忍受的善良背后隐藏着原本就有的凶残，动物界最原始的凶残。一旦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，善良已经都不在了。你要不信你就看一看，剩下的只有残忍，还有什么？人和动物是有区别的，我们是高级动物。我现在恐怕没有时间跟你讨论这么高深的问题，我还是想问问你。我现在不想回答任何问题了，我就想让我自己安安静静地度过我余下的生命。其实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苏红，她很好，你替我多照顾照顾她啊。你在她身边就好像我在她身边一样。素颜，我想求你个事儿，你能不能把一只黑蚂蚁给我放在孙红的腿上？一个人的犯罪跟他的成长经历是密切相关的，如果每个人都能相互信任，及时舒缓内心的障碍和矛盾，如果每个人都能主动地关爱周围的亲人朋友，如果每个人都能生活在一个爱的环境，那将会减少多少犯罪，增添多少幸福的家庭。素颜，我求求你，带我一起去吧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不，我一定要去，我要亲眼看着他死。那行，你在后座上躺好，千万别露出头来。
孙娥。对，来啊，来，从那边去，来，来啊，来。你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爱你。早着习惯着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们说的我还是无法相信，似乎我已贴近你那温热的心，背负着就算你面对一个深爱的人，有时几人反而会令他追问，你虽然选择沉默，但是你无愧心。记得你的名字。